天刚刚过了情人节，然后剧组非常的贴心，给我们都每个 cast 和 crew 都送了玫瑰花礼物，还有卡片，真的是感谢他们，很细心啊。然后今天是第五天，然后今天的天气转冷了，应该也变阴天了，待会儿可能还会下雨。今天是一个在餐厅里的戏，整天都是在餐厅，然后在明天休息，后天的话是海边的一场戏，女儿要下水，所以是一个挑战，很冷。走到这条路上啊，要拐到91号，对，这导航，不知道，应该是那边塞车，然后就让我转过来，就转到这边了。现在要迟到20分钟，下雨了。下过雨，我到了啊，迟到了。不过这边塞掉也要40分钟。换好了衣服，哇，你看这天，下完雨之后，空气还挺好的。这是我们要拍的。跟这个餐厅，等等等，我们在那里吃饭。这个椅子，椅子可以推走。这个爸爸说话的 blocking 的变化就是有 Action。感谢。冰雹哇 Oh my god 会淋湿吗？那些东西会淋到吗？